今天啊，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藏家在收藏的过程当中啊，为什么说如果你不超脱物欲，你就很难得到真品？因为这个藏家呀，在购买藏品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开始看这件东西的时候啊，所谓的物欲啊，就是先判断它是不是真的，它值多少钱。那你一旦有这种想法啊，你就很难客观的看一件东西。也就是我们啊，看一件东西，如果作为艺术对它进行欣赏的话呀，你脑子里边首先得干净，就是说先别考虑它值多少钱，它是真的假的，先从它的艺术表现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你比方说呀，这件珐琅彩的灯笼瓶啊，我在前面做过节目，2015年刚出来的时候啊，都说这件作品是民国的，因为一个是啊。它在后面呢，署这个古月轩的这个款，啊，以前就是都把这个古月轩这个作品呢认定为是民国的仿品，啊，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整体的这个画片啊，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符合民国时候的风格，但是这件作品拿过来以后到我手里，我为什么就断它？这东西肯定不是民国的，啊。因为我也不看他后边写不写古月轩，我就从他这件作品的这个本身入手来对他进行判断。就首先说这个器型啊，你像这器型，这是一个对儿瓶，像这种对儿瓶啊，做到这么对称呢，就是在这个表面的这个画片儿，包括这个器型上，几乎看不出差别来呀，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而且它这个画面是反转的，两个画片是对着的。做到如此这么对称的这种工啊，那哪是一般的工匠能做出来的东西啊？那你看我在那个拍卖会上拍的那民国的做这种作品的那个示例，朋友们可以看看。你看，首先啊，那个民国作品呢，它那胎就不行，那胎就发灰，它就不像这种作品呢。以前我看翟建民先生真是行家，他看那种作品，他说这釉是奶白。牛奶那种白真是那样，你看这是不是奶白啊？不但白还润，啊，不光是白，啊，所以这个器型，你看那个民国作品呢，那器型的中间的接胎都看得出来，再加上那个彩，那个彩头，还有填彩那质量，你跟这种作品那简直就不是不可同日而语。这东西如果是在民国做，那可能也是非常这个。就是不一般的东西，也有可能是聚仁堂的东西啊，能出这东西，啊，所以你看，就从它这个器型，你看这件作品啊，它这接胎啊，在器内，在这个位置接的，啊，这拿手在堂内都能摸出来，但是你从外表看，你看这两件作品，你看出接胎来吗？一点接胎痕都没有，你看这个素面的一面，看得出接胎来吗？对吧？你想，这个工匠能把工艺做到这个程度？如果这个作品呢，你比如说它是拿机器做的，那咱就不论了。机器做的，它能可以做到完全一致。但是这作品这都是手绘的，手绘的反转画面画的这么对称，对吧？那你再看它这个画片啊，你像这种这个他画的这个小狗啊，这明显就是乾隆雍乾时期啊，尤其乾隆那个年代作品表现特别明显，这都是油画的画法啊。这我在前面做节目都给朋友们说过，你看他这个狗啊，他绝对不是像咱画狗那种啊，传统的中国画画狗，像勾个轮廓。你看他都是从深到浅有过渡啊。你看这个狗这腹部这块，你看哪有边线的，直接画毛是吧？拿毛描绘它那立体感，包括这只狗也是，你看这画法，对吧？你看这狗尾巴这毛这么纤细的这种描绘，这哪是一般的工能做得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画家的画风，这都是当初啊，在清三代的时候，可能是跟西洋人学西洋那种油画的画法，传到中国以后啊，采用的一种绘制方法啊，有立体感，有明暗过渡啊，不像那个中国画传统的那种框画边线。你看那台北故宫。收藏的那乾隆作品，你看那画法，你看乾隆作品的人物那脸庞，对吧？那种画法就跟那油画一样，您这也是，对吧？所以啊，这些综合的这些特征啊，尤其像他这个
器身上使用的那彩，那民国作品当中根本都没有。你看那民国作品当中，这种青金蓝就是当初仿那个永宣那个雪花蓝的那个作品发挥的这种蓝的，民国作品上哪有这种蓝的，对吧？包括这胭脂红啊，你看这胭脂红跟那个雍正的这个胭脂红的作品，你看这个，对吧？你放到一起一比，你看看，对吧？这一点色差都没有，对吧？这都是时代特征啊，啊！你民国的那胭脂红那多艳呐，它烧不出这么粉嫩、这么淡雅的那种胭脂红，这只有雍正的时候出这种胭脂红的那个彩头，啊！所以你像这种作品呢，你就通过它的风格，包括它的器型、做工、绘画、彩，对吧？尤其你看它这种青釉跟这种绿釉，这多淡雅呀！这都是雍正时期的典型特征，这种彩啊。所以当初啊，我买这件作品的时候，那可以讲啊，基本上没有这个和我观点一致的，都认为这东西是民国的啊。后来我买了，我前面做节目也给朋友们介绍了，你看它的价值在后来逐渐的在拍卖会上都显露出来了。啊，包括属古月轩款的作品，你像台湾那次拍卖那件作品的估了2000多万，对吧？因为它这种东西啊，它是那个东西，它符合那种艺术特征的东西啊，它必然就有那种特性，它早晚会爆发出来，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不过就是由于人呢、啊、对它的认识的早晚和深浅而有所不同啊。那你如果说你这人呢、啊、物欲特别强，当时都说这东西不是真的，那我如果就是认为它也不是真的，那肯定我就不买了，对吧？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买它基本上就是和大家比起来是一个极少数啊，大家都认为它是民国的，我就认为它是雍正的，对吧？到后来那个拍卖上啊，那拍卖结果证明我的判断了，但是还不够，这东西现在呀，也就是说你想2015年我发现这作品到现在就是没有多长时间，就是它的普及度，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还不够啊，还没有达到啊以前像这种胭脂红釉这种官窑作品呢、啊、大家认可度这么高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它自己本身的这种艺术特性不断的在爆发出来啊，它早晚对它的这个认可早晚的事儿啊。所以像我跟朋友们说的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你买东西如果你太过于功利啊，你比如说一上来就断这件东西真的假的啊，三个人说它假的你也跟着说它假的，你没有自己判断，那你肯定你买不着好东西。因为这个古董这一行啊，你看别的行业可以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在古董这一行里他臭皮匠永远是臭皮匠，永远穿不了诸葛亮，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臭皮匠啊，他看不出这东西来啊。所以我跟朋友们就举这个例子就说明一个问题啊，你买东西时候先别看它值多少钱，也别看它将来能够给你带来多大好处，先看你这件东西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你喜欢以后先把各种的私心杂念排除净了以后，你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到底属于哪个年代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你像这种作品当中啊，这种蓝啊，这种蓝啊，像它这种珐琅彩的这种宝石蓝啊，应该讲它那个彩头就很正了啊，这在民国时期的作品都做不出来这种材料啊，包括这种发色。但是你拿这件作品呢、啊、你看你跟那个前几天我给朋友们做的那个成化金碗上那种蓝，我给你们比一比，你看看，你看那成化金碗上那个蓝的是一般东西吗啊？你看这个蓝呢、啊、跟成化那个作品放一块一比啊，那成化那个蓝就跟宝石一样，这说明这两种东西啊用的那料不一样。像这种珐琅彩用的这种蓝呢、啊、它还是玻璃里边加那个染色的那种，可能是那种这个氧化金属啊弄出来的这种蓝釉，它跟那个成化的那种蓝绝对不一样。你看成化的蓝，那个蓝好这么明艳，那就跟拿宝石发出来的光泽一样啊，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料。所以你就从这些啊，你看它的工艺材料你基本就能判断出来，你说在历史上做这种材料还有比青三代的材料更名贵的吗？对吧？成化的东西上出现了
就比它的名贵啊。而且你像成化的东西，它那个器型啊，各方面的纹饰还都符合规制，对吧？所以你判断这些东西啊，你像那个成化作品也一样，现在有几个人承认这个成化这是成化作品啊？没有多少人吧？跟当初我买这件作品时候是一样，这个东西就得让它慢慢的发酵啊，可能五年，可能六年，可能十年，可能八年，但总有一天，这东西只要对，它早晚会爆发出来。